我叫赵俊凯，我最喜欢的足球队是曼联，我觉得他们是最厉害的足球队。我喜欢曼联历史的书。老特拉福德球场有75,635名球迷。我的爸爸和爷爷、大伯也很喜欢他们。我努力练习足球，打前锋像鲁尼。我的梦想就是去老特拉福德球场。球迷呐喊声声，彻响天际。我们的球队穿的是曼联的球衣。好，因为赵俊凯同学非常喜欢踢足球，所以被选为2016-2017赛季雪佛兰开场球童，他会飞去曼联的老特拉福德球场。我等不及了，我马上就想去，等不及去实现我的梦想。